然后，那我们就新游戏，可以选角色啊，选一个卡通妹，哦，就这个妹子吧。感觉有点恐怖游戏的感觉。这个游戏的画面还目前感觉这个过程动画感觉挺可爱的。每人发一只鸡吗？就是一个魔术师吧？哇，这个好 Q。太 Q 弹了！寻找你的心。好，那么就去寻找呗。我不去。可以跳。第一章第二幕，我为什么选择是第二幕呢？好吧，那我先玩第二幕吧。哎，退回来是不是可以到第一幕呀？我们看一看。啊，没反应哎。好吧，那就往前走吧。提问号，有什么提示吗？我觉得这个花是不是一会儿就会消失？弹簧花，你这。啊，它可以伸长，让你变长了呗。哎，怎么就吃不着？看看能不能到这边来。哎，可以呀。啊，或者我想先来这边。这个地方这个有颜色的，我觉得一定不能踩。走这边吧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次变成了优雅龙，这是什么鬼？可以喷火焰，我可以把这个烧掉，你试试。也不能烧呀。这边有什么？把它掉下来以后呢？哦，然后打开了这个门。但这不应该就是探险？探险应该还没有结束啊！这个轮没有跳的技能，这么坑啊！哎，这有一个，这个可以变身的，但它没法跳，变成这只龙以后就没法跳了。我们只能找下一个花了。这个地方不能去。哦，它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才发现，它是可以切换的。按照二的话，它可以切换成你需要的那个角色。早说嘛，浪费了那半天时间。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变身，铜锤珠。
可以挣扎在地面。哎，这个功能，先变个身吧，先把那个吃了。然后我先到这个地方来，它变成臀锤猪，然后再变成这一个长腿，好，吃掉了。上去，在地图。啊，终于得到第一个雕像了，得收集好多雕像吧？吃的，下去看一看。这是一只会飞的猪。哎，那个帽子，我们上去找找那个帽子。开始耍帅表演，把影子和巴兰重叠的时候按下 B，这怎么有点像音乐类的游戏？没重合好，好吧，我们继续走。这边应该还有个坏蛋，好，搞定，我们继续走。在这边踩一下这个球，快躲开，别被球压扁了。应该是追着我们的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掉这洞里就对了。好嘞，这个门我们解开了，去探索。应该有个炫三郎，这边上去是哪儿？这不就打 boss 了？你去那边先看看吧，那边有什么？这边还没有探索。哎呀，没反应，是不是先到这个地方？换成那头猪，哇，果然这有个小金人。好，我们找到第二个小金人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打 boss 啊？果然就跑来了。变个身，应该用你远程的那个会喷的那个吧？用它。
和马里奥一样，关 boss 打三次，然后他就嗝啊。我们先躲着这边的分。哎呀，这次，反正损失一员大将。我们去，还是直接去打 boss 吧。哇，这不是找到心之碎片了吗？然后我们第一关应该就过了，应该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吧，应该就过了。他第一关的第一章应该没有过。我们看看地图上还有什么东西。好，今天这个游戏试玩就到这里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，玩起来挺有趣的。好，那就拜拜了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。